我觉得我不娘，我只是我觉得我个性比较。查哥快中风了啦！不娘啊！他这个年纪真的不能这样子，不要这样。你那个说话，因为你是在拖尾音，你知道，我真的听得很清楚，他在拖尾。我真的不娘啊！因为我习惯跟小朋友讲话，就是哦。对，幼幼台的人都是这样子。没有，可是水蜜桃姐姐的方式跟你也不太一样。水蜜桃姐姐把心压得很扁呢，是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水蜜桃姐姐。第一讲他不是你那种。那到每个人，你这个是历经了，历经了。跟你想法是一样，历经不是这样。水蜜桃姐姐把心压，毕竟是麻辣天后高冷女人，讲讲说话是。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录了？我们要回家，再录到最后，最后口中好像要中风了。请问一下四位，从小被有人说过你们娘吗？嗯，你几岁开始被说娘？我大概在那个国中到高中的时候啦，很娘。就是上了台北之后啊，那时候都十七八岁的时候一直被说娘。那你在之前是很之前就怕哦。之前其实是在台中嘛，然后跟人家在混流氓了。为什么十七八岁？你是月经来的比较晚吗？那时候国中实习啊，我在那个乡下长大的。那时候就是全部都是台客啊，台客族群啊，就比较凶狠一点。对，就也你想耍娘，你想学娘也没有地方可学啊。但是来台北之后就很多。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勾起你心中娘的那条神经？就是一个人啊，我被哥哥影响。我跟你说，他不是说因为，你怎么突然变那么 man 啊？真的，突然好 man。我跟你说，不是说哥哥教我娘，是因为他真的他是学导演。不要叫哥哥哦，我叫。对呀，他是你哥哥，你叫哥哥。对呀，我要吐了。不是他教我娘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他学表演，他本来就你知道知道很多东西。我们两个还曾经就是穿过水手服、美少女战士的制服去上课，你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吗？就是因为这样好玩，然后才觉得说，哎，耍娘是不是也蛮有趣的？才渐渐开始在耍娘。那大饼是什么时候开始？娘，比较娘一点。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六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耍娘了，一出生的时候就啊，兰花指的大哭，没有啦。但是我觉得我是开始做就是反串表演了以后，那我会开始做反串表演是因为有一天就是我那时候在念舞台剧啊，在华冈艺校的时候演了一个舞台剧，然后有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上台之前化妆太匆忙，把自己眼线画得非常的粗，结果一下来照镜子，这不是蔡琴吗？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像蔡琴。然后就一直做模仿蔡琴的表演，那为了要模仿惟妙惟肖，希望在舞台上能够加更多分，你就会开始想说那服装怎么加，道具怎么加，然后看别人的舞台表演怎么加，这样。其实一开始是个好玩嘛，但是后来就变成是那个谋生的工具的时候。我要讲一件事情哦，我哥啊，后来他真的把他的耍娘啊，就是融入他的生活里面。你记得有一次有个大地震，然后那个101大楼上面还在盖，有没有？不是有个钢架倒下来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一刻在我们家是全部看得到的。我没有看到第二架那个吊车。掉下来，而且你知道我哥那时候在干什么？你知道他在家里吃一碗面，然后就是吃一吃大地震嘛，他只穿一条内裤而已，然后就大地震，他就觉得很害怕，然后就冲出去，然后就看到那个什么101那个倒下来，就倒下来，然后从头到尾在邻居面前耍脸，然后我跟我妈，然后全部都在后面这样很害怕看着他。如果是穿内裤跟端着一碗面，如果说我带到我们家太垮了，我只带了一件内裤跟一碗面。然后像你那年代，刚刚有讲到，像你们这几个比较动感的，然后或者比较会懂得打扮的男生，都会被人家讲娘。那当时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？我的个性是说，任何一个人都会，你的界限界定是什么样叫娘？那哪个如果在唱红鞋女孩，我也觉得她蛮娘的。红鞋女孩，对吗？蛮娘。那你怎么界定呢？我也觉得。那我也觉得张学友蛮娘的啊。而且我觉得和你吻别，他不是也是这样，悄悄子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讲？我这新朋友都没讲到，现在要问他了。我不能问他的时候，对，我们要不是因为我很替他很急，不是因为因为我怕我们一直抢人家话，不好意思。因为小娘哥哥其实来讲，在四位里面来讲算是比较新人。超哥，我以为他是你的助理耶。没有，他是我大学学长的同学。可是小娘，你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。很 man 啊，对啊，不娘啊，我本来就不 man， 不，我本来娘的主题，我本来就不娘。
OK， 你本来就不娘，我是可爱。你刚刚你叫什么？你说你叫做什么？我是想想哥哥。想想哥哥，两个晚上娘。好，想想说他不娘，这是鬼啊！这样子，哇，这谁？那个是这还不娘？我这辈子从来没拍过。大学的时候，这张很像菲律宾 model。对，是菲律宾 model。然后接下来为您介绍泰国人妖，多像。萨瓦迪卡，没有萨瓦迪卡，有一些迎新舞会或什么的。想想哥哥好像是学表演，也没人逼你这么做吧？你看这两张，我也是学表演。小杨哥哥是学表演，所以他比较有多一点的造型。那很帅啊，我觉得超帅的啊。哪有你像梅艳芳好不好？对啊，超帅的，比较有点视觉系啊。对，对，视觉系。而且你们刚刚看到那第一张，我还因此在大学有个封号叫做小 Coco。我们小心 Coco 立刻。刚刚在后台你不是这样讲，刚刚讲一个我说那个笑话很好笑，刚刚不在讲吗？他觉得他最美的一件事情是他前两天手受伤，他这次受伤呢是自己这样就流着血，然后开车去医院，而且他都没有哭。小妞。我让你看看什么是 man 好不好？这才是 man。你看你少在那边给我假装真心诚，算什么东西呢？对啊，我们这个看到这一道疤没有？有那什么？我看到的。我觉得你这应该是护士要打针，你因为爽凉手一扯，那个针就整个画出一道。对，是。他这个还自己开车哦，割成这样。我也是自己开车啊，自己开车。你那个割？哎，我想请问你，你这样怎么叫救护车啦？谁要来救你？而且他缝的时候我还这样看，然后我说还跟他谈说啊，好像夺魂锯哦什么什么，然后弄完之后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勇敢，然后就去麦当劳。那是因为打麻药了嘛？觉得自己很勇敢，你说他说我都不哭。我只能说平平淡淡。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做了什么事情算娘？就请搬家公司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子算请搬家公司？没有，那是我要成长。我刚刚很奇怪，好 man 哦。对啊，主要是手做到我拳头都握起来，我在这边听我的拳头，拳头握起来，然后我就走。不是，讲到拳头这件事情，我最近开车啊，就这几天开车，因为我本来习惯右手开车，然后呢开，然后想说啊试试看好了。然后要转方向盘，然后转一转就撕裂伤，然后就悠悠的自己又换回去。不好意思，让我放空一下，我有点不回来了。他到现在还在讨论他那个手跟他开车的问题。你这辈子就只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？没有，可能他也许落差很大，搞不好他之前打就几个痘痘都等下全是麻醉。我必须讲说，因为我的家里就是很照顾我，小时候也是童星，然后什么又干嘛？你都是孤儿啊，你怎么？你让我讲啊！然后我家里都是非常照顾我这样，所以我是从大学离开家里才学习一个人生活。小乔，那你在当兵的时候，同事有没有说你娘？同袍倒也，我真的我觉得我不娘，我只是我觉得我个性比较。查哥快中风了啦！不娘啊！他这个年纪真的不能这样，不是，不要这样，你那个说话。因为你是在拖尾音，你知道我真的听得很清楚，他在拖尾，我真的不娘啊，因为我习惯跟小朋友讲话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幼幼台的人都是这样子，没有，可是水蜜桃姐姐的方式跟你也不太一样，水蜜桃姐姐把心压得很扁，是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水蜜桃姐姐，第一讲他不是你那种，那到每个人，你这个是历经了，历经了，跟你想法是一样的，历经不是这样，水蜜桃姐姐把心压，毕竟是麻辣天后高女，讲讲说话是。哎，笑死我！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录了？我们要回家，再录到最后，今天还口中他讲，中风了，突然一个字面不一直在那解释，觉得自己很阳刚，对啊。我没有觉得自己阳刚，可是我觉得我很可爱。今天重申一下，我们今天讲这个人娘不娘，并不是说这个娘是不对的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就是说呢，他们这些人，其实我们今天聊了以后，都觉得，哎，四位都是很开朗，而且很有正义感，而且是好人。其实有些特别开朗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人是好的，不管他什么行为，都是他的自由，我们不会去管制人家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今天谢谢四位，谢谢。谢谢。